詹姆斯创造的一个惊人记录再次刷爆网络，那就是他在季后赛的182次胜利，这不但已经是历史第一，甚至比22支 NBA 球队的队史季后赛胜场次数还要多。这些球队中不乏火箭、爵士、步行者、独行侠这些历史悠久、曾经风光一时的老牌强队，也有雄鹿、掘金这些近年成功夺冠的新贵，还有热火和骑士这两支詹姆斯的老东家。在季后赛历史记录榜上，詹皇已经是霸榜级的存在，在出场次数、出战分钟数、总进球、总罚球、总得分等数据上全是第一，拿他与其他球员相比已经有些超标，现在干脆拿他跟球队比，结果他竟然还能超出联盟一大半球队，简直离谱。更难得的是，年底就要迎来39岁生日的老詹已经开始全力备战新赛季，未来他必将成就更多纪录，比如魔术师的季后赛三双王名号很有可能就要被老詹收入囊中了。